我是2011年的港姐冠军朱晨丽，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又来喽！师姐，我为你们打 call， 加油！港姐一直以来以美貌与智慧并重为标准，你们心目中的夺冠人选又是谁呢？想要了解本届港姐的更多精彩内容，就来买对对 APP 吧。